秦始皇到死都没整明白，统一天下的居然是科姆三。小伙伴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小蘑菇。拉丁舞世界冠军克里斯蒂娜居然在世界舞蹈大赛上现跳了一段科姆三。本以为云南恐龙扛狼能拿下年度冠军，没想到广西科目三笑到最后。英雄不到创造神话，亚洲不到创造神话。我带点来去，来去不带创造神话。男人不叫科目三，想带后发地方。科目三这个舞蹈的历史可以说是非常久远了。以前广西生活有三个项目，第一个唱山歌，第二个摇骰子，第三个就是跳舞，所以叫科目三。这是改良后的科目三。最早的科目三是在广西柳州一家 KTV 包房叫路易十三的。在去年，这个舞蹈就以广西科目三名字火过，搭配 BGM 是小某人 DJ 版。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到了今年，科目三再次爆火，而 BGM 也换成了一笑江湖 DJ 版，当然舞蹈动作也有所变化了。Jenny 同款乖乖舞话题超过亿次播放，外网的一段 hiphop 舞蹈被 Jenny 翻跳后彻底出圈。